祖公留予你的是什么地？我过去吼，我拢会一直咧讲吼，这是我的出生地。嗯，啊，我的祖先留予我的是清气地，啊，我要留予我的子儿孙啊，唔煞变粪扫地。啊，那么人因对方就去甲你讲，我咧讲来讲去都，大家要借着粪扫，拢唔爱用带粪扫啦，嘛是自私。啊，我说我最近我都拢无爱讲个咧，我就讲吼，安尼简单一句话，你甲我讲到底有适合台无？若有适合台，你甲理由讲出来。那无适合台，你就较有迄个魄力来讲无适合的原因是啥？安尼唔但唔免，或者百姓甲百姓在咧对抗。啊，你甲这个，你甲阮这的人，啊，甲等伫个面头前，甲粪扫场的人在对抗。啊，你若徛伫顶原底，看讲啊对对啊对输，安尼唔好啊，无担当啊。啊，拄仔因甲你讲的迄嘛是好笑。你咱该生产的粪扫，咱该承担。那是全国事业废弃物，凭什么来丢这里呢？